滚出去！滚开！害死那个燕玲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就下一个问问呗，这会儿你问活人也不会回答吧？你们快救救咱妇女，看在银马的份上，不行也替咱救救苗苗。妇女？那个依依啊，这得怎么区分这对复合女？嘴巴不动了。听说燕玲姑母脑袋上火苗的颜色不同，那边的是苗苗。火苗不同。终于轮到我，人家可久等了呢。神魔共此破，卡他，真的是只能他两个都只打我闪避了，只是闪避较强悍的地方。不管他打谁，就是要死。你准备续是要续什么？曹庆。领命，曹庆，领命，神魔共此破，事不宜迟，终于轮到我了。正想找人出出气呢。你们李广寨的人不是不能进散魂野的吗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哎，这说来话长啊。总归咱快走吧，咱这趟算是开了眼了。哎呦，撞见了九如塔的人，哎，看样子传说估计是真的，
这地方怕是不祥之地啊。九如塔的人已经到了。可不是，那可真是阎王爷，咱就瞄了一眼就一眼，哎呦，那可真是漂亮。那什么，反正就是九死一生才逃出来。切，就你们要遇见了九如塔的阎君，你就等着脑袋上的火苗被割了吧，还九死一生。哎呀，姑奶奶别掐我这命根子啊，我亡命三郎一族可不是冰魄三郎，我这族可不是就剩一个人，还等着传宗接代呢。快说，九如塔的人到哪儿了？你们在哪儿遇见的？就那废墟外头，肯定是往那最高高的废墟去了。哎，你们干嘛去？这是？别走，我这话还没说完呢。阿爹，咱们还回李广寨吗？回？还是不回去了。本来为了散魂爷的宝贝才在李广寨住的，这会儿没宝贝了还回去干什？再说了，咱是来去无踪的游火民族，哪能真住下呀？阿爹，你真就这辈子带着我过不续弦吗？你不喜欢饮马寨主吗？哎，你都长这么大了，阿爹就实话说了吧。你看咱头顶上火苗颜色不一样对吧？这两代火苗颜色不一样的，做阿爹的那个就不能续弦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吗？